第一个就可以到我的这边来了，乖乖乖乖，好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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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切蛋糕仪式，当兵会顺顺利利的哦。
干嘛？小屁。从来最不能笑，特别感动。我怎么好好讲啊？我不笑，我笑点比较低啊，快点。我正常啊，还没啊，他可以剪接就好了。不行，快点快点。我要问你，还是我们一个一个录？那人家讲，突然他又不讲。我笑点比较低。我们就要录个我爱你。好，那爸爸自己讲。好好，我第二个。对对对。因为这样我会笑场。对，好，爸爸再重来一次。爸爸我来试。当天是人生的转捩点，也是人生的开始。加油！欢迎欢迎，欢迎说爸爸爱你哦，这样。对啊。哎，我先这样子剪一下，然后你再继续录。什么啦？就不讲爸爸爱你了。现在凌晨2点，我们在为哥哥明天的欢迎趴在赶工，赶工中。希望哥哥明天会感动落泪。是的，希望喽，加油！现在15分完工喽。又在加工喽，大一负责吹气球，然后大姐负责粘我们的 cake， 刚刚礼物也都准备好喽。哥哥期待吗？我们的幕后人员真的非常辛苦，我们大姐现在也绞尽脑汁帮我们在想活动的计划哦。哎，胶带跑去哪里？大家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装扮都是绿色的吗？ Yes. 我们现在很紧张，要蕊了，他们要来了，好紧张，就是要做出众，没有再给你好的待遇的。Yeah, yeah.